中美贸易大战引起着全球的关注，而美国在台协会对这个起的快意生活圈来展示着台美关系热点。在开幕之前，刚毅市长闵惠是特别邀请着 AIT 台北总署的副处长古立言，各高雄分处的处长欧宇修，做伙来吃地方美食砂锅鱼头，随后更亲自前往展场来参观，体验智慧导览，同时嘛邀请民众做伙来看台美关系四十年来一点一滴的累积。美国在台协会立稳根基，共创未来。AIT at 40，1979年后，美台关系热点伫咧快意生活村 T24 所长管辖，顶次到3月13日，刚毅市长吴炳辉伫咧19号特别前往参观，透过使用 iPad。扫描 QR code 来体验着智慧导览，并亲自欢迎着 AIT 台北总署副处长古立言，阁有高雄分署处长欧宇修来到嘉义市。彼此之间充满了深厚的友谊，这些友谊是从过去不断的累积，来到最热情、最美丽的嘉义，又在阿里山的起点这个山脚下呢，我们又在一个快木的建筑群、快意生活村里面做个展览。我想嘉义市要走向全世界也很开心，那台湾要迈入全世界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点。我们非常欢迎我们最友好的美国在台协会的好朋友来到这边展览，尤其今天副处长一来带领他的同仁，我想大家可以参观一下。今天也有很多小学生也安排了课程到这里看，我们希望透过这一些影像故事文字的记录，都可以看到点点滴滴40年来我们两国当中共同的努力的痕迹。我想在这里再一次的感谢古副处长的莅临。中文讲得真好的 AIT 台北总署副处长古立言，受到来到家己就留下真好的印象。伊未来也会鼓励美国的观光客来到家己佚佗，双方做伙来参观这一届的展览，活动十分热闹。要感谢黄市长，让我们带我们的那个 AIT at 40美台关系的40周年的这个展览，就带到嘉义来。我希望那个嘉义的人都会有机会来到这个展览，就享受我们这40年美国跟台湾发展的那么密切的关系。而且我希望跟市长讨论，我们未来可以那个加强美国跟嘉义的关系，希望就可以那个增加那个我们的来往，还有这个。深入我们的了解，谢谢大家。立稳根基，共创未来。AIT at 40，1979年后，美台关系热点将伫咧嘉义市快意生活村等出到3月13日。在热点当中，除了会当了解到台湾和美国的关系，对1979年以后的交流深度和广度，透过展览当中的历史文件，可以当回顾伫咧台湾关系法的结构之下，美国和台湾。工商、卫生、医疗、文化、教育等等各方面发展的关联性相当多元丰富。最新新闻就丁顺王秀山加一起彩虹报道。